爸爸，爸爸，师傅，你开快点好不好啊？啊，再快点啊！喂，沈慧吗？魏红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有必要给他打电话吗？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爸爸，没事儿啊，就是烫了一下啊，没事啊，爸爸。填充。 娘，师傅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师傅，咱快点啊！老钟，您忍着点啊！师傅，这怎么了？啊，这是路面施工，走不了。是这样啊，我们车上有个病人，我们要去医院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！ 你赶紧想办法绕个别人道走吧。绕道得绕多长时间？你这样，医院就在这儿，你把这路障打开，让我们车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你打开了你也走不了，路面都挖开了。你早不说晚不说，你今天受什么呀？考验。人能不能过去？人能过。好，我背吧。哎，你说快点，行不行？快！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！让开！ 现在正在这里进行抢救，我刚才找了急救科的主任，老钟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因为烧伤引发了感染。感染？是啊，老钟的身体太弱了，感染又诱发了多系统器官的功能衰竭。严重吗？现在正在进行全力抢救，你们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过来啊。 妈妈，别着急，都是汗了，这样你会感冒的。你脚怎么破了呀？快！坐下，不行，得包一下，不行，要不到底起开。 去急诊看一下吧，要不然会感染的。去吧，你爸那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我爸不会有事？我希望他不会有事的。你希望他不会有事？你希望他不会有事，你还作？哎，你知不知道我爸今天过生日啊？你知道你还回来这么晚，你干什么去了？ 你下午跟谁在一起？你说。总会。你不想来可以不来，你慌什么啊？你整个破蛋糕，整个廉价的爆破，你想害死我爸？我爸现在躺在手术室里，你高兴啊？行了，咱妈，你高兴了吗？咱妈已经挺难受，你这么说他不更难受？他有我爸难受吗？我爸在急救。是，咱爸现在已经在急救了，你再说咱妈，你干嘛呀？这不更乱套吗？ 咱妈，你叫的可真亲啊！你认他当妈，他认你吗？我为了让他认你，我死过。他不让咱们孩子跟你姓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认你个妈呀？你怎么不认这个妈呀？啊！哎，你别说这个了。当初我爸是因为你，我在轮椅上躺一辈子。现在我爸又因为你躺在手术台上，你好意思吗？我爸今天要是没事儿，咱俩好说；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谁是病人家属？ 实在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长时间了，你终于可以安心住院治疗了。何止是终于可以安心住院治疗了，我还想去美国呢。我不瞒你说，我一下子变得轻松了。老钟走了，公司的事情，我打算让女婿来接管。 真的可以说是无牵无挂了。到了美国，无论是放疗、化疗，还是切除乳房，所有的方案我都想试试。只要能活着就好。麻烦你，帮我给美国联系一下吧。好，我马上联系。 就这样子就可以放心吧。要不我回避一下，免得他们再误会。那就让他误会到底吧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再帮我一个忙。走，我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 走吧。反反复复的告诉过你们，现在公司不能出现一点问题，任何问题都会影响到公司全局。你难道听不懂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们会出尔反尔。那现在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陈总您来了。小陈负责的项目，施工方突然打电话来，说不想干了，要停工。为什么不愿意干了？他们没说为什么不愿意干，只是说不干了。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查明原因啊？还愣着干嘛呀？哎，现在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问题现场去解决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做什么事情多思多想，别毛里毛躁的，知道吗？任何一个工程出问题都会要了我的老命。赶快走啊！问一下老王呢？哪个老王？就是负责中石公司工程的那个老王。啊，他走了，回家了。陈总，没事吧？你们怎么了？他没有回家，他吃饭去了。就是你们公司一个高管请他吃饭去了。高管在哪吃饭呢？出了门口一个大饭店吧。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谢谢。 兄弟，我带着哥们出来打工卖命不容易，咱不说了啊！我走南闯北，今天就你把我们哥们当人。好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今天把这3杯酒喝了。 我们大伙儿就留下了，留下！哥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哥儿几个要走是吧？说陈总，半个不字没说，知道，挺难的，真的挺难的。他今天让我来这顿饭的意思。 是让我来送送大家，是来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帮衬我们家，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哎，但是说今天哥说一句话，说老弟我怎么的，3杯喝了，不走了，我喝。 我谢谢大家。我年龄不大啊，哥哥。我今天送给大家一首我最爱唱的歌。 咱刚才唱了那么多，都不如这首好听。从头再来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当我们公司每一次遇到危机的时候，都是田冲在背后偷偷的帮我的忙。如果不是他的帮忙，恐怕我早就赔掉了公司，卖掉了家产。但是刘琰，你不知道吧？以前我是多么瞧不起他呀！就因为他是农村来的。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当我们公司快破产的时候，就是这些农村人，他们帮了我。你看，现在城里的大楼一栋接着一栋，那都是农村人的心血呀。在来的路上。 我还在困惑，我还在迷茫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公司就是需要像他这样扛得起大事情的人。 谢谢。将来我们家里头，像今天这样吃饭的机会，我越来越少了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吧。我替你爸爸买了一块墓地，在天年宫。田冲，明天一大早，你去付个款。 办个手续吧。好的。那地方在哪儿啊？北外环，往西500米。田冲，我问你话呢。北外环往西500米，其实就在咱们学校附近。咱们学校后面不是有座山吗？这个天年公墓就在山的另一边。 环境挺好的，不去。为什么？便宜。但是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必须量力而行。这确实不是最贵的，但也不是最便宜的。至少它在我的心里最实惠的。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我爸就得住最贵的。 刚才妈不是说了吗？凡事要量力而行。家里边确实没那么多钱了，砸锅卖铁也得凑啊。车卖了，房子也抵押了，卖公司，在说什么呢？你不用管我说什么，钟家的事儿，姓钟的说了算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家都散了，还要什么家族企业？ 但是在这个公司，我是董事长。在这张桌子上，跟我爸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只有我一个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知道你说的气话，咱们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妈呢，她也想让爸住得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一定要买个最贵的，妈肯定不会有什么意见的，对吧？那要不然这样好不好啊？ 那咱就再斟酌斟酌。反正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不行，我跟大宽借一下，您说呢？那也好，只要能跟你爸爸在一起，我心满意足。你想合葬？是的。你还想合葬？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跟我爸爸合葬呢？我爸有什么呀？ 我爸就是个残疾人，我爸就是个傻子。年轻轻的时候，为了救某些人，把自己撞残了，老了，实在对某些人没用了，被人烧死了，还烧死在自己生日上，折葬。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待人家，死了还想恶心他，恶心我吗？我不想将来上门的时候还看见有个你。说什么呢你？ 庭冲，你怎么了？有些事儿你不是不知道，有些脏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啊。怎么了？长本事了？敢在我们家摔摔打打了？你摔给谁看啊？你摔给我看，摔给我爸看呢？你个倒插门！怎么了？我今儿就不给你脸了！你这个倒插门！ 你生个孩子都不能跟你自己姓，在这个家里，你有什么说话的权利？你也说我是倒插门，你不是吗？你再说一遍。跟你说不着。陈云红，在医院的时候我说过，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现在我爸走了，这个家里姓钟的说了算，要想合葬没门儿。你说了算。 你是全家最糊涂的人，你说了算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这个家，我是心里边最清楚的。你知道妈为什么要去医院吗？你知道妈上医院为什么要找沈叔叔吗？点抽，听证会的。是我特意托朋友从英国给你带回来的花籽，还记得吧？全世界最有名的几十种花籽之一，今年世博会英国馆就有它。春天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什么花了。 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有他们陪着你，你不孤单。爸爸。越来越不像话，也不归宿。 没睡觉。哎呀，还怕把你吵起来。我给沈叔叔打了一电话，我问问他，我说这个汤行不行？他说太好了，就适合给你喝。一会儿你缓一缓，咱把汤喝了啊。哎呀，哈哈，见见太阳多好啊！ 今天反应怎么样？厉害吗？生不如死，一上了化疗，头发就一把一把的掉，快认不出我来了吧？最痛苦的，我现在是满嘴的溃疡，我能闻得着你汤的香味儿。 但是我一口也喝不下去了。肚子知不知道饿？饿。啊，想吃东西就是上力。我一会儿去找趟沈叔叔，我问问他，能不能补充点 VC， 对这个溃疡也许能有治疗作用。哎呀，戴个帽子，戴帽子多好看呢！掉头发不怕，等咱们病好了，不就长出来了吗？ 傻孩子，长不出来了，就这样了。以后啊，在你的印象当中，妈妈就是一个光头党。我好想钟会呀、啊。 但是我不敢回家，我怕他见到我这个样子，把他吓着了，让他下彩衣。你姑娘不能下彩衣，现在她现在正犯着浑呢，对你一拳打了去了，拧着劲儿呢。所以我说妈，要不然咱还是告诉她吧。 本来爸就刚过世，然后你们娘俩现在应该是相互靠着。你说现在闹成这个样子，他憋着这个劲儿，我挺担心他扛不过去的。不能，他太年轻了，我怕他不经事。就因为爸爸刚走。 你现在就告诉他我有病了，他肯定崩溃了。我现在担心第一个崩溃的人是我。别吓着我了，孩子，你不能崩溃呀、啊，嗯，你现在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才是我们家里的顶梁柱。 我人生的希望，不说这些啊！还顶梁柱？你现在你跟我叫顶梁柱了？谁第一次见面就把我当成小偷，然后要把我送到派出所？谁呀？谁呀？我还没想到你这个孩子。 还这么记仇呢？别记仇啊！妈错了。哦，对了，过两天呀，上海有一家很大的企业又要开一个技术招标会了，那年我们公司都是去参加的，因为公司60%的业务量都是来自于这家企业。今年我们还得去，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嗯，我明白，我回去做一个设计方案。哎，正好让你姑娘陪你到上海逛一逛，散散心。嗯嗯，还必须是你去，念州，你在业务上，你比钟慧强多了。我争取吧。不是争取，是必须。我们只有参加了，公司才有救。答应我吧。我回来了。这是哪个案子啊？我插句嘴啊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这根罗马珠放在这儿好像不太合适啊？你说呢？钟慧，咱俩明天晚上出去吃个饭啊！明天我要见客户。那后天中午呢？这一个星期我都安排满喂，刘总啊，我钟慧。哎，对，在看呢。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图纸啊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您觉得那个大唐的罗马珠放在那合适吗？啊，行，哈哈，谢谢你信任。钟慧，你这逛街呢还是游行呢？有你这么逛的吗？几点了？马上3点了。我不送你了，约了个客户谈一个项目。干嘛呀？我觉得你变了。这以前吧，每次逛街都是我有事儿你拦我，今儿倒反过来了。我爸去世以后，家里出了特别多事儿。到这个时候我再不站出来的话，这公司可能要垮了。那田冲呢？他没帮你啊？你说以前吧，他跟我妈之间的关系得靠我去调和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可好，他们俩好得不得了，弄得我跟外人似的。那是好事儿啊！怪呀，多奇怪！我总觉得他们俩好像背着我在干什么事儿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着急呢。哎，慢点开车啊！钟慧还好吗？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她就是那小时候的那个样子，拉着我的手，叫我给她扎小辫儿。可能因为是我自己头发没有了吧，所以做的梦啊，都是跟头发有关系的。是不是想姑娘了？你们俩才几天没见，想的跟什么似的。你姑娘现在出息了，现在就想着不能让咱家这个公司垮了，每天拉客户、找项目，比我还忙。没时候理我了。现在，我得跟你告状。可能以前我是太在乎他了，老怕他长也长不大。哎呀，现在接二连三的事情打击以后啊，他反倒成熟了。我这对他来讲太残酷了。 心事过。